欢迎大家来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杭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3至16组第四场1至16组第五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10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战梦婵，洛启浩。11号台裁判员卢冰霞，运动员杨双鹤、贾英强。12号台裁判员玉林，运动员王爱宇、包志超。13号台裁判员何秀红，运动员唐子期、寇艳琪。14号台裁判员张千然，运动员张云鹏、王凯。15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祖贤毅、范长兴。16号台裁判员刘洪旭，运动员唐文琪、徐正新。17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郭丽、孙荣泽。18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邓龙、邱高峰。19号台裁判员郭桥，运动员张俊辉、史洋。20号台裁判员张湘云，运动员陈杰、陈波。21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祝伟斌、陈柏。22号台裁判员魏思，运动员刘坤、李启鹏。26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周泽胜、周龙。27号台裁判员徐锦妍，运动员樊朗彤、陈国忠。28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张家峰、孙鹏。29号台裁判员杨粉，运动员任嘉滨、雷伟民。TV2号台裁判员金炳新，运动员马良、张勇。TV1号台裁判员易龙，记录裁判员马子怡、王锦一，运动员阮小晨、张宏宇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间里头吧。
Thank you.